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教学是咱们 NCT Dream 的一首新歌 Rings in Heaven， 整首歌的都是仙气蓬蓬的那种感觉啊，所以大家整个歌曲跳起来的时候，也是整个从头到咱们最后的 DB 之前这一部分，基本上大家跳的时候都要有这种相对来说舒缓一下的这些情绪，包括很多这种需要卡位的这种动作，做的时候也是大部分咱们在这个动作过渡的过程中都是把动作放缓，把框架打大，然后中间到咱们需要给身体加一个定格给 pop 的地方的话，也是要用上力量，所以咱们那个缓急自己去考虑一下，最后 DB 的时候，哎，咱们就该用力量还是要把力量用起来的这样一个感觉。好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最开始的状态啊，每个同学冲的方向都不一样，但大家都是冲最中间 C 位人的方向。我还是按照惯例学咱们右前方同学的动作，这块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因为右前方一开始先是 Geno 啊，他先是冲所有人都是头 A 看向中间的方向，左右两边的成员动作都是相对的，所以咱们右前方是左脚冲后，那咱们左前方反过来就是右脚冲后，这个地方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就好。从音乐开始咱们要注意啊，前面它有很舒缓的一整段的音乐，经过这段音乐之后开始有节奏，开始你从一二三四再去数拍子，第一个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特别简单啊，就是从低头的状态慢慢的往上抬头就可以了，头还是看看本来指定中间 C 位的方向就好。一整个拍结束了以后，咱们右前方的同学是身体朝右边转过来解释，同时啊左手哎先掌心冲上翻一下手腕转过来，翻一个手腕的动作持续了两拍，所以这块动作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，大家不用太着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这个第三拍的同时啊，用单手或者用双手指去点你的左边太阳穴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就是把头掰过去，然后同时你的左手模拟成 A， 你的食指和中指是两个一个小人的两个腿，所以是往前走出去的这样一个感觉，这块动作整体都是感觉配合咱们的歌词去跳出来的，所以这块也是模拟一个高位的感觉。 OK， 然后所以左手往前走到第几拍呢，第六拍结束了以后，第七拍的时候，第七拍这个地方大家或多或少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拍子大家还是统一的，基本上都是第七拍的时候出手和出脚，这块有的同学咱们是做了左手往后哎曲臂拉伸的动作，另外一部分同学主要的都是右手去找左脚，所以这块大家重要的点集中在你的右手和左脚的动作上就可以，伸着右手和左脚，反过来哎左边就是镜像动作，所以是左手和右脚，这块大家要区分开，伸出去七八一二。OK， 这几个地方啊，一拍一动，七拍出去，然后下一个八拍，收腿收手，紧接着身体往反方向，也就是左侧转过来，再下一拍，右手到你的左胸口定住，这是第二个八拍的第二拍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六拍的时候很简单啊，两个手打开换方向，左手到你的右胸口上，然后紧接着后面，然后咱们等到第八拍的时候。这块也是啊，大家不用特别刻意的去记这个拍子了，等一下听一个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这个地方啊，那个也是应该是第三 pair 的地方，又会有大家有一个重心给你的左脚，所有人都是两个手食指伸出来往左侧拉伸过来的这样一个动作，就感觉是消失，大家就往左边消失的这样一个感觉做出来就好。好，后面咱们紧接着动作啊，是主要是咱们的 Geno， 他在咱们队伍的右前方，后面他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 solo 动作，所以咱们接着他的动作去说，甩过来了以后，下面右脚向后点一拍，这块有一点过度的意思啊，没有什么特别规定的动作，你可踩也可不踩，咱们把这几拍略过就好。过来，大大大，三个大拍结束了以后，它后面有一点小小的规定动作，右手伸起来，记住是左上右三个方向，你的手不用伸得特别的直啊，就主要是这三个方向点出去就可以了，上边尽量把胳膊稍微伸得直一些，左边和右边稍微去点臂是没有问题的，同时下半身配合你手部的动作是左脚出去收回来，右脚出去动动带 OK， 这样三步左脚左脚右脚三步点出去，配合你右手的动作动动带，紧接着右脚反方向再收到身体的右侧的同时，重心也跟过来，你的右臂从里到外给一个 wave 出去，紧接着右手往左边做一个铲过来，哎，从铲到左前方收到右前方的这样一组动作，所以连贯起来是左上右 wave 铲过来，铲过来这一下你的重心开始先在你的左脚上，右脚往左边走第一步，紧接着左脚再跟上，你的眼神看向右脚下方你的手的位置就可以了。 OK 啊，咱们头四高拍的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就是这些，更多的一个感觉是每个队员之间的
你比如说到 C 位该你跳的时候，哎，自己出来跳一部分的 solo 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第一段内容就是这些。如果大家需要后续的教学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官方淘宝店进行购买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哔哩哔哩开通专属视频进行观看，尝试喊一下第一段的拍子。